虽然说我们很文明啊，可是我们还是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帮当的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跟 Sarah 都会觉得她是我的师妹。对，她比我年轻啊。那我们其实认识很多年了，我们都在做社会的工作。她比我有经验啊。可是我觉得我们都有共同的一个感受，就是其实走到这个人生生老病死的最后一步，其实都是我们必须要经过的。与其说我们不要去控制它，倒不如我们真的是好好的去面对它。所以我想，这就是我们这一次为什么要办这样的一个论说的啊。所以我们要谢谢在场的我们所有的义工啊，无论是我们的 Alpha Panda 或者是鸭的义工，对不对？我们鸭的关系很多的同学，还是 Alpha 的很多的义工，还有我们合作的伙伴，是 Alpha 啊，还有一些义工，主任啊，好多的伙伴啊，我们都要感谢。分享一下第一首歌你唱什么歌呢？